爸爸，咩叫做外觀設計啊？一切透過嘅工業技術，呈現一個產品嘅新形狀、構型、圖案或者係裝飾，我哋叫做外觀設計。咁有啲咩外觀設計係可以拎去註冊噶？譬如話紡織品嘅圖案、玩具、電話設計都可以，但係一定要新名設計至得。同時千祈唔好喺你未註冊之前披露你嘅設計。咁我呢件衫嘅設計可唔可以拎去註冊噶？件衫係俾你整污糟咗，唔係你嘅新名設計，點去註冊啊？外觀設計要保密，完成註冊方為實。